我学了差不多10年的中国舞，还蛮有胜负欲的，什么都一定要做到最好。其实就是大家都是对自己一次比一次要求更严格，这就是平时话不多，但是我觉得努力都在骨子里面。他对自己的作品其实有要求，然后他对自己更有要求，他有一股韧劲，他很坚韧。他真的是一个非常省心，然后很认真，对于舞台的专业度要求非常好的一个艺人。And I was so surprised that because she can do it, she can do everything, and she's a really good dancer.他就是一个专业的舞者，这样的素质就是应该专业舞者具备的素质。接下来我们要把舞台交给红霄，把舞台交给你了，红霄，我们有请红霄。我还是依旧对自己的作品很有信心，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就给我投一票。盛典之夜，恭喜成交主理人现场白，恭喜成交主理人获得辽吉舞社总冠军。我觉得我年纪再大还是会跳。